李湘是文娱界中的豪杰，从她的网上开支你就晓得究竟有多豪。吃，每天三千到五千，一月大约七万。穿，每天没穿过重复的衣服，一月大约十万。光看着点就被吓到吧。出门大阵仗，身边必须有十个保镖以上。不过李湘也有穿错衣服的时候。近日李湘一条大花裙子出席活动，这衣服起码得上万，可一眼瞧去居然有地摊货的感觉。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，对于有的人来说，岁月就是一把猪饲料。曾经又美又瘦的湘姐一去不复返，如今李湘的体重居高不下，原本就是一胖体质，再加上产后暴肥，李湘的身材很难恢复了。网友喊话王岳伦，你快来控制一下吧。不得不说李湘的长相就很有福气，这种大块头也只有李湘能 hold 得住。产后的李湘曾一度投身于减肥事业中，几经失败后李湘选择了放弃。如今事业有成的她已经稳坐微胖女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